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哦？那我想这个我们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哦。那这个画画真的是给我们精神上很有寄托哈、哦。人家郭医师，我现在后半段就开始问问题了哈、哦。现在是让大家认识这个郭院长。好，1990年，就34岁那年，他在美国哈、哦，在美国，因为他在英清大学拿博士学位以后，就接着到这个赫伯特有一个我。约翰霍普金斯啊，对对，就是在那边做博士后研究啊，所以就是这样。当时他接到那个郭总裁的电话，回来接棒主持这个医院嘛啊。啊，从那时候他说，这个因为医院的工作非常繁杂，所以他就是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心情画画了。这个可以想象啊，可以想象。好，我们看下一页，这是他院长讲的话。他说有一次出国参加医学会议的时候，刚好有一两天的空档，突然勾起我会往绘画的绘画出来灵感及冲动，但因行程紧凑，时间有限，决定利用素描捕捉美的刹那间的内心感动。那么这个就造成后来一个风格的形成，就是说有多次反复的尝试后，发现用油性签字笔做线条，作为线条架构，在透明水彩配色画起来感到非常舒畅，从此形成自己的画风。其实这个画风这一部分，我在接到这本画册当时几乎都是这一类的作品。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刚好因为郭院长常常会问一些意见，我们就会讲说如果真的要放弃那个这个风格的话，很简单，就把那个线条去掉就好了。所以我当时也是只是直言的哈、哦。那事实上，郭院长的那个风格，他有他的风格，我是有一点挣扎，你要让这个风格改变吗？但是决定权是在郭院长。那所以，可是现在等一下你去外面看，那个4张画还是有一张是维持他原来的。用线条勾完再着色，后面3张全部都改变了，就改变了。好，那我们再来继续开始看。好，那这里面我看到两句话，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郭院长他当时的一个梦想，但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他应该已经达成了。我算他提到说，对自己作品有两点提醒，希望大家一看到我的话，立刻就知道我的作品。这一点是。他的话我老早就觉得一看就知道是郭院长，哇，这个是太容易做到，你要就做到这一点，就像每一个人大概都不会很难，你一去做坏，像我们谢老师这种那个太容易的，就想一个方法、哦、就像画漫画那样子啊。第二个是他希望我大家一看到我的话，能像那位日本高中老师一样的来得到赞美。哇，现在的郭院长的话大概看到人都会赞美，没有人不会赞美，所以依我看这个梦想应该算实现的吧。不过你要听他的自己的回应、哦、好，我们就要看下一个。接下来我们看看郭院长给我的一些早年的资料。我很佩服这个郭院长家里爸爸妈妈还是谁帮忙整理的。哦，那个资料真的是可以看出爸爸妈妈的辛苦。好，这是1962年5岁的时候，他画一幅城隍庙里的白无常和黑无常，被视为天才儿童小画家。当然我每次看到报纸夸奖一个孩子是天才的时候，我都会抱着那个怀疑的态度，这个是不是讲客套话？因为有时候为大家想一想。画的其实普普通通嘛，也一定要说什么，因为就像那个老师怎么样骗孩子一样啊，天才嘛，对不对？啊，所以啊，但是我一看哦，这个报纸登出来绝对不是乱登的。如果是当面跟你讲，这个可能要先打折扣啊。那像这样情况，我们就应该知道他是一定有作品很好啊，或者是有特殊表现才会被称为天才。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哦，我难得看到郭院长的妈妈是这么年轻的照片哈、哦。因为郭院长在南化南部的，就是郭总裁，就是院长的爸爸，他在南部的
画坛上还蛮有知名度，就是画画哦，不是医学方面，他是画画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当时啊，我都看到啊，郭院长的爸爸跟妈妈都是年纪已经很大的时候，那这张照片我觉得哇，阿妈是还是小姐的样子哈、哦。那再来就是，哎，这个是就是郭院长了哈、哦。好，那这一张画是五岁能画这样啊？五岁是在我们儿童绘画发展的过程中，它是涂鸦阶段，只是你刚刚脱离涂鸦阶段，要进入那个凝视写时期，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画一看出来，我一看就知道它是超龄，就是超乎一般儿童的画作的一个表现。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是1967年，那郭院长10岁的时候，他就读台南永福国小，4月10日当儿童写大会，担任大会主席。我想这个大会主席不是因为画画得来的，一定儿童节主持的人一定是功课最好。依我所知道，因为我小学教4年，那个一定是功课最好才会请他去当儿童节的一个主席。你只会画画，那功课不好还当什么主席啊？就这样，所以我一看知道，他不但画，而且这个功课一定是最好，才会被推派当主席。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好，再来，1967年10岁的时候，他这里面获得全国第一届儿童书画比赛、儿童画比赛的第一名。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10岁的时候啊，院长要不要看？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看这个院长现在这个样子啊，真的是不一样哈、啊。那个时候。感觉比现在活泼了。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这张，哎，这是刚才那张画第一名的，十岁能画这样子哦，那等于小学4年级，像是在我教那么多年的小学、中学，这样的程度真的是很高啊、哦。好，我们再看，啊，这个我想这个是爸爸妈妈的功劳，都把这资料都留下来，所以各位，我奉劝大家当爸爸妈妈哦，现在有孙子还来得及。就是帮忙剪这个东西，比赛就留下来。那将来哪一天他成伟人，那些东西都很重要。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啊，这个1968年，到台南师范专科学校，现在是台南大学。这个有一个办理辅导特殊儿童才能儿童的教育，以性向测验、技能测验，还有一个智力测验。这个目前我们的美术班也是这样测验，一个是考性向测验，这个技能测验就是指绘画表现能力。就是画素描、水彩啊之类的，那还有一项就是智力测验。可是最近特教法规定哦，就说你特殊这个艺才班呢、啊，不能再考智力测验，也不能考性向测验，因为他说性向测验属于资优教育的领域。他认为现在台湾的什么艺才班的美术、艺才美术班呢、啊，算是艺才班，不能算资优班，所以这个教育部这一部分就。把我们现在美术班的那个层级降低了，但事实上，我是认为好就是好，你要怎么变都没有关系。好，那这个当时他的测验都得第一名，所以已经证实儿童时期就是美术只有儿童。好，我们看下一个，这是他11岁画的作品。啊，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有老师指导吧？是没有？没有？没有？哇！这个要鼓掌吧，哈哈哈哈哈！对哈，好，再来看，再来下一张，这一张，我就是要抓这个证据，因为当时报纸很奇怪，这种是不应该公开的、哦，在我们的做考试测验，那个成绩是不能公开的，可是为什么当时报纸竟然把分数都写出来？这个是我就很奇怪哈、哦，就是说当时这个智力测验张数是139，瑞文士智力测验是119。图画图形测验161，技能测验76，四项测验均为高年级第一名。哦，那这样的成绩哦，我本来这个不应该公开，可是报纸都公开，我怎么不可以公开？哦、所以我就把它打出来啊。这里面刚好两个被选上，那郭院长当时就是一个啊，就是我现在就了解，我慢慢已经我要介绍郭院长已经快进尾声了，接下来我们就要问郭院长的问题。好，再来，你这样看。好，那我从学术的另外一个立场来看这个郭院长童年的美术天分，那么我透过这个美术之优儿童，也就是说归还在3到10岁
就是用特质检核表来了解这个电脑打出来智慧乱跑，是哈，了解郭医师童年美术天分。那么我有一个表，就是美术自幼儿童特质检核表。那么这个表是师大特教中心，因为特教中心他就玩特教，那艺才班他们就不太会玩，所以就委托我弄美术方面的检核表。那后来我就帮他拟了一个检核表出来。那我参考了一个我们特教界一个有名的郭维环啊、陈长华，这个都是当师大特教教育研究教育学院的院长过的、哦、那我有看到一个农民啊，我看了 mail， 这个 mail 非常有，他专门设计那个测验，美术测验啊。那这个一个还有一个跟 Jaggery 啊，还有一个叫 Howie。还有一个克拉克跟金门，这个是我在美国，算是我最收获最多的一位教授。这两位因为在美国是专门研究美术自由教育，所以我也帮他翻译一本书出来。那这些我把他们对自由的一个特征啊，来归纳出来。像看下一页，那总共我把它归纳了20点。为什么？因为特教中心它要算分数，我就把它归纳成20点，每一点就5分。像看成绩好坏，像回那郭院长刚好那天来布置场地，后来我就当场测验，当场问，请院长回想你童年是这几20项里面你自己打分数，啊，就这样，我打分数最差也每一项都有3分到4分，啊，满分的5分的1、2、3、4、5、6、7、8、9、10，啊，20项有10项都满分。那4分的有1、2、3，这已经13个。那通常就3分以上就有，已经有资优的一点倾向了。所以我这边有写，61到70呢，就略具有美术资优倾向；71到80就具有明确的美术资优的倾向。那81到90的话，就真正的美术资优。结果郭院长呢，自己评估啊。是最低到85总分呐、啊，总加起来，如果以因为3到4嘛，就以4来算，就变90分。那90分为什么没有人说90、91到100？因为这种测验跟年龄有关，所以有一些题目啊，都应该是在国中程度以上，所以对小朋友来讲，90分应该算最高分。所以我想，郭院长小时候。先算是美术自由的一个可以肯定啊，这是我用学术的一个研究啊归纳出来的。其实还有一个要做研究，就是用美国一个Rosenberg 的一个美术能力发展阶段它的一个图画长模，那个图画长模应该可以对照，是我因为最近办这个展览忙得实在是没有时间再把那个资料再拿过来用，所以我那一部分就没有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好，这个是12岁的时候，他参加比赛，这个一家人哇，这么啊，郭院长家里6个兄弟啊，哇，真的是不简单，5位学医，1位好像是学经济啊，对，这个真不容易。但是中间有一个女生是哪里来？表妹，是表妹。好，我们看再先看下一页。啊，这是他13岁画，这是亚克力吗？还是油画？油画人家这是油画，油画画在板子上，啊，画在板子上。就13岁的时候，我油画我到大学才碰到。这个郭院长真的是爸爸妈妈竟13岁就开始玩油画了，不容易。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啊，17岁他在东京这个新宿那个地方哦，那时候在读大学，高中啊，在那边写生，爱画画，连冰天姐姐也在画，不容易。我记得我们去旅行，在那个丹麦的时候，那个下雪，我在外面画，手冻到根本没办法承受。我到印第安纳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那下雪我也想要试试看，可是真的撑不下去，画2分钟啊，我手就没办法动。后来唯一的方法就跑到那个有点像帷幕式的建筑，有玻璃的往外看，我只能在屋子里面画，所以我画很多张那种坐在屋子里面看雪景那种，就是完全就在我自己的宿舍从高楼往下画。那所以
就是院长厉害，